事。可是，该喝药。没关系，我想跟你聊一会儿。青秋，你好美。谢谢。这位不矜持的仙子怎么称呼？怎么，你看上姐姐我了？千娇百媚，一笑倾城，正是扛回家做媳妇儿的好人选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！那我先试试你的功底如何。就算邀请了你，你也去不了。现在正是需要疗养的时候。哼，谁说我需要疗养了？我现在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哼，宁儿也一起去吧，人多才热闹。